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诺诺。今天周末嘛，小伙伴们想到一个好玩的主意，就是四个人打一个怪，一个一个轮流着打，谁把他打死了就算谁输。所以我要换一个看上去很厉害的角色，不然他们又要说我耍滑头了。好家伙，汪佑，你这滑头耍的有点明显呢。现在就真的快死了，快没了。那就从现在开始呗。不要打那么快！妈的，莫名被打个一万血。不会真的？已经开始录了吗？下一项工作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来了，我都不太敢瞄了呀，幸好没打中。没打中哈，我再来一次。哎呦，我瞬间这么点血，不瞄了。不会真的？六百三。现在轮到二 P 了，洛川。该我了吗？那我打了。二 P 三 P 都打了，四 P 这个流浪者是两命的，运动是必要，我会好了，现在又轮到我了哈。哇，我现在一技能那个 CD 还得好哎。又六百三，二 P 诺川上。哇，这家伙真是，你是真不怕死呀。四，我觉得我要完蛋了。没事，你轻点打。我怕你们的，你那个普攻都有一点几万了。打了没？一天那什么。青雨，你打了没？没打。嘿嘿，我觉得他红不成了，肯定输了。我去，竟然没输。完犊子，又轮到我了！哎呦，我差一点点，完了，要死诺川手里了。好，这都没死。网游，来了，等一下，那这个怪在哪呀？藏起来了，真投了。你们打男主，我打。打了，四号青雨。又躲起来了。都这样了，能不躲吗？你肯定能把他打死的。我打一击。我打了没？是不是没打到？打了一击了。啊？打两击。打。又轮到我了，这么一丢丢血，这不死定了吗？来，你打呀，你快打呀！打了，没死。啊，没了。洛川这家伙真的是一点都不含糊。但是你输了就是输了哦，你要接受惩罚的哦。至于什么惩罚，我们四个人商量一下再说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